呢個遊戲咧，就要考下大家數口好唔好啦，個腦嘅轉數快唔快啦。呢個遊戲嘅玩法咧就係陣間熒光幕會顯示四隻 pair 牌，嘉賓要鬥快，以加減乘除，諗出一個算式，令四隻牌計出嚟嘅答案咧係等於24嘅。Happy。第二條咧係295同埋十，嘉賓好專心喎、啊，不過唔好諗咁耐啦，小關係搶答噶，話我塊隔離組計好咗啦。Eason 啊，好啦 ，Queen 去，阿 Q 除二，即係十除二啦，即係等於十啦，十再加十四，十除二等於五，錯咗可以補答，好似喺度，你錞咗冇得補答嘅，要到你攞嚟啦，得補答。好啦，答案你自己講，你自己講啦。九減五係幾多？係四。九減五係四。十乘二係二十，四加二十即係廿四。好嘢！好嘢！有100分啊！而家我哋去第三條題目啦，預備。準備。Happy。第三條咧係五六二同埋八，睇啱唔啱先？陳奕迅。呢度咁樣。咁樣啊，二乘五等於十啦，八加六係十四，咁將兩個加埋佢，咁加埋咪24咯，啱中，好，有100分，好啦，而家去第四題啦，預備，開始。第四條咧係682同埋女，呢條嘅成績點先啊？咦，彩雲第一次撳鐘啫喎！你留，唔知佢答得啱唔啱啦？最緊要係寫清楚嚟算式啫。解釋啊！解釋啊！一點嘅啫，我得佢一點。你得我食香腸，香我食飯。哇！十減八等於二。你知唔知喺呢度啊？十減八等於二，咁二加二。然後等於四啦，咁四乘六等於24，啱嘅。呢個回合兩組都打啱兩題，每人各得200分。恭喜開心好老公！呢個環節分兩部分，首先考眼力，熒光幕咧會快速閃過一幅圖片，嘉賓記熟之後咧就由主持問問題。呢個部分分兩組比賽，答中一題咧全組得100分嘅。預備，開片。OK， 好，好啦，呢铺牌系叫乜嘢牌？睇嚟佢哋几个都拗晒头啊！喂，我俾提示。不过佢哋都好有合作精神，有商有量。我问佢叫咩名？喂，做咩啊？写符喎，两组都应该有答案噶喎。系点先啊？阿陆嗰组咧就话系南喎 ，Eason 嗰组咧就话系西。睇睇答案啦。中意大家留意住啦。西答案系叫西嘅。西。Eason 嗰隊咧就有100分啊！希望仲有一題要留意噶，去片留意住啦，清楚留意啊撈。問題咧就係頭先你哋睇到十六格數字，四個角分別係四個乜嘢 number 咧？上下左右要清楚啊！係啦。好啦，我呢邊抽啦。阿 Leo 嗰邊係5483。Eason 嗰邊就係7、8、12、15，好，我哋睇睇片先，睇答案。7、8、12、15，中曬，好嘢！